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洲 QMO。 我一直认为鼓手在声音的学习上不如其他乐手来的全面完整，所以四五年前我找了台湾的一家厂商合作了 Mixer Hub， 然后当时搭了一个麦克风套装组，以亲民低廉的价格推荐到市场上给鼓手们。这当然就是鼓手可以在练习时候测录检查内容，教学的辅助，声音的学习上面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。但是台湾的厂商因为市场的考量，他没有办法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开发进阶的机种，所以我转往市场上去找寻音质更好，保固服务更全面的机种来服务大家。这一次我们介绍给大家的套装组合里面包括有Zoom 的 USC8 录音界面，以及铁三角 Audio Technica 的 Drum 7收音麦克风组。这台就是 Zoom 的 USC8， 走的是 USB 3.0 的规格，一样的有八个带前级的 input， 一二轨有 HiZ 的切换，每一轨都有 Phantom Power 可以供电容式麦克风使用，两组独立的耳机输出，除了 Main Out 之外，也有八个独立的 Analog Out。如果你有数位光纤设备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扩充成16in16out 的录音界面。Vocal Arc 的同步 MIDI in out， SpeedDiff in out。然后这个开关呢，就是可以让你切换接电脑或是接行动装置，比如说 iPad、iPhone 来当作录音卡使用。麦克风的方面呢，我们选用了铁三角 Audio Technica 的 Drum 7套装组。我手上这一支是 ATM250， 是给大鼓使用的。这一支我自己都有买，是用在录音跟演唱会都有非常好的声音。那另外这一支呢是 ATM650， 这一支是 for 小鼓上面的使用。另外套装里面还有两支评价非常高的 ATM450， 这个就是给 overhead 所使用的。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有三支的 ATM230， 这个是否通通使用的，这个声音非常好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我在录音跟演出都有使用过，真的非常好声音。那总共套装是七支，那我们会搭着 USC8 一起来提供给大家。